原标题：古人是如何认识宇宙的？除了天圆地方，还有哪些看法？一提起古人对于宇宙的认识，我们不由自主的便会认为古人的宇宙观是天圆地方。其实这是一种刻板印象，古人对于宇宙的认识是非常先进与丰富的，甚至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天文学相比也显得毫不逊色。如果对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有过基本了解，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其实是非常发达的。查阅文献，我们发现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主要有三种，即概天说、浑天说和宣夜说。我们不妨一一走进这三种天体观，深入了解其对于天地的看法与古人的智慧。图一：古代天圆地方之说。一、盖头说：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局。盖天说是汉民族一种非常古老的宇宙观，早在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。在古人的眼中，地球是一块平坦的四方的土地，天空好比一个圆形的屋顶，覆盖着整个地球，即天圆如张盖，地方如棋局。这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天圆地方。古人认为天与地相接，融为一体，但随着时间的发展，后来又有人提出其实天与地其实并不相接，天虽然覆盖着地，但由于地是方的，故而有四个角是无法覆盖的。于是有人就认为这四个角上有八根柱子支撑着整个天空。盖天说系统建于晋书天文志，其中记载到：言天四盖立，地法复盘，天地各中高外下，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，其地最高，而滂沱似三光隐影，以为昼夜。天中高于外恒，东至日之所在六万里，北极下地高于外恒下地一六万里，外恒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。天地龙高相从，日去地恒八万里。按照该观点，天是一个穹形，地也是一个穹形，其中间距八万里。东汉的著名哲学家王充认为，今世是一人把大炬火夜行于平地，距人十里，火光灭矣，非灭也，原始然而。今日夕转不复见，是火灭之类也。图二：王充公元二十七年约公元九十七年，自重任当然。盖天说自产生以来，就是一个不断开放、不断发展的体系。敕勒川，阴山下，天似穹庐，龙盖四野，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对于这首北朝民歌，我们并不陌生，其中反映的就是盖天说的观点。从民歌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其中反映的内容无疑是属于草原民族的日常生活。当我们来到草原，就会发现远天一色，天好比一个穹盖，地好比一个棋盘，整个天地连接在一起，融为一体。因此产生这种盖天说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图三：浑天说示意图二。浑天说，浑天如鸡子。浑天说的基本观点认为，天上的恒星都布于一个天球之上，而日月星辰都附着于天球之上，不停地运转着。从这点来说，无疑与现代球体天文学相近。那么为什么叫浑天呢？以及这一观点对于天地的看法究竟是什么呢？关于浑天说的描述见于张衡《浑一注》，其中记载：浑天如鸡子，天体圆如弹丸，地如鸡子中黄，孤居于天内，天大而地小，天表里有水，天之胞地，由壳之果黄，天地各成气而立，在水而浮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又四分度之一，又中分之，则半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，半绕地下，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，其两端谓之南北极。北极乃天之中也，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，然则北极上归径七十二度，常见不隐。
南极天地之中也，在正南，入地36度，南归72度，长幅不减。两极相距182度，强半。天转如车轱之运也，周旋无端，其形浑浑，故曰浑天。图似浑仪，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天文观测仪器，是以浑天说为理论基础制造，相比于盖天说，浑天说无疑是更推进了一步。其认为天地并不是一个半球体，而是一个球体。这种观点认为天宇宙好比鸡蛋壳，而地球则是其中的蛋黄。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，这种观点认为宇宙是无限的。正如张衡所说，过此而亡者，未知获之也。未知获之者，宇宙之谓也。宇之表无极，宙之端无穷。在我们今天看来，浑天说比盖天说更具有进步性，但古人认为这两种观点并无高下之分，而是各自持不同看法。不过浑天说还是具有一定优越性的，那就是根据这种观点能够制造出一种天体仪器浑天仪。古人根据浑天仪能够制作出较为精确的历法，对于祭祀与农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。图五，张衡78年至139年，字平子三，宣业说，天的无质。从前面两种天文观点来看，无论是盖天说还是浑天说，都将天体看成一个球体，即一种实体的观念。与这两种观念相比，宣业说无疑是一场思想革命。宣业说认为日月众星自然浮生于虚空之中，其形其止皆虚气焉，即整个天体漂浮于气体之中。其实宣业说的观点起源极早，如庄子逍遥游认为天之苍苍，其正色也，其源而无所至极也，即整个天地是由于气构成的，并且是无限的。后来的宋坚引文继承了庄子的元气观念，将世界万物的本源追溯到元气。后来的名家著名代表人物惠子则提出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立物实事，其中一个观点就是至大无外，谓之大一，至小无内，谓之小一。这种关于宇宙既无限大又无限小的观点成为宣业说的思想奠基。图六，古人对天文记录的时刻，宣业说一直处于发展之中，最终成型于近代，如《晋书·天文志》记载：“天乐无志，仰而瞻之，高远无极，眼冒精绝，故苍苍然也。辟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，俯察千仞之深谷而杳黑。夫青非真色，而黑非流体也。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，其形其止皆虚气焉。是以七曜或是或住，或顺或逆，福见无常，进退不同，犹乎无所根系，故得意也。故臣即常居其所，而北斗不与众星息美也。设题田星皆同行，日行一度，月行13度，持极任行，其无所系住可知矣。若坠覆天体，不得而也。这种观点认为天了无质，即天体是没有形质的，不是一个实体，而是无边无际的气。而日月星辰则依托于气体在宇宙中漂浮运行，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轨道，有规律有秩序的不停运转。图七，日心说左和地心说右。我们知道西方天文学最为著名的两种观点，即是地心说和日心说，这两种观点都将天体看作一个坚硬的球体，其他的日月星辰都固定于这个球体之上。但宣业说却否定了这种观点。宣业说认为整个宇宙是无限的，充满着气体，世界是由气构成的，因此呈现出虚空的特点，所有的天体都漂浮于气体中，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轨道运行。这种思想与西方天文学相比毫不逊色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可惜这种观念
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引起多大重视，几近失传。我们今天能够了解这一观点，无疑是得益于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，得益于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。文：陆里先生参考文献《晋书·天文志》，庄子《逍遥游》，张恒浑一注文字，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，配图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